一上手，一起来看看他都有哪些技能。 Q 技能，向前扔出他的精灵伙伴，对命中的目标造成伤害，宝石被砸中后眩晕了几秒，而卢锡安因为处在边缘，只是受到伤害和减速。总结就是 Q 丢出史莱姆，中心区域被眩晕，边缘被减速，这里也是一个 Q 收掉残血螳螂， W 召唤一片领域，站在里面的人增加普攻距离，同时获得攻速和移速加成。好家伙，无伤拆塔神技，而且这片领域会跟随英雄移动。这里对狮子放 W， 所有队友获得增益和治疗。嗯，怎么这么眼熟？一技能看起来比较简单，提供护盾和一定治疗，这里也是帮齐亚娜奶了一口。大招就比较牛逼了，能解阿木木的大。厄加特的斩杀也是秒解，解开控制的队友还能获得移速加成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再给大家表演一个群体解控。好家伙，电娜塔遇到对手。